我这一次到广东来，就是进一步啊，对国内外宣誓，中国共产党领导、中国人民会继续坚定不移的走改革开放的道路，建设我们呀伟大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锲而不舍地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父老乡亲们，啊，我们携手努力，共同奋斗。